三只五百，三只五百。阿咪，有放三只五百。三只五百。哎，恁哥有人要甩伊的无？恁有要甩伊的无？无啊，我收起来。哎。哎，要做啥物？阿妈，我带条腿去。一箱呀，带条腿一箱来。啊，这家收起来无？买饮咖啡。不啉茶，不啉咖啡。他茶放完了，茶放了。放完了，好啊。放完再好，给你泡水喝。哎，你还要先算算的无？你去三行，你要先算算。带你到。哦。我晓。我在哪里？台语后是不是有学问呢？我不知道呢。毕竟我从来没排过、啊。来，我啊五百块，哦，四位、五位、六只、七只、八只五百块。过来问我阿姨啊，八只呢？我阿姨啊，八只五块，一只六十几块呢。好像有收了没？你卖，这几套厝啊？卖。你敢卖的？他大概，他要卖一千块。哦。他你要买几只的？买三。阿爸。阿哥，你要刷伊无？三百块，还只个钱啦。你刷伊拢无钱哦，无款，拢无无无钱。阿爸，三百块。阿哥，先买三百块。三百。哦，三百块。走一走。刷鱼等，阿姐，刷鱼等。一碗一碗海参跟一碗好热肠排起哦，不要分开的排起哦。我不知道，等一下再帮你问。哎呀，过来不行，这杯五包。我几岁哦？哦，你是更过时了，四十一。算你，算你无钱，敢是？算你无钱的，所以不能生气。好，我来，快快，是更，你是更在超轻洗澡最多。过来，要食羹无？大只的，你有话来，你有两个哦。五百块，五百。好，你的大只哦，你家你算我卖嘞。过来，要食羹啊哦。我带我过七百五啊。七百五。过七百五。那我只要家己算好了。啊，我来其他的。好。哎，过来要食咩啊？过来食羹。鲑鱼。鲑鱼啊。贵贵啊！来，徐文去找。一针走。我一口要两个。来鲑鱼嘞，什么鲑鱼？阿拉的。花果然的，沙地五百，五包地。对。过来问问，沙地五百，五包地啦，地啦，上地啦，这沙地五百。过来，可以。哦，你还要沙地哦？啊，这要这要钱啦哦。啊，这要钱。会听哦，会哦，还会听。什么鲑鱼有无？哇，他放的脚又被鲑鱼烫。鲑鱼头啊。鲑鱼头，好蛋蛋蛋哦，然后卤青蛙。大妈，还什么羊肉炉？
哎，刚刚谁说要我帮他留羊肉卤的？桃腰对不对？来，要不要叫救护车？要吗？不用了哦。你不要在那边落井下石。那落井下石，我的关系不能忘了。来，有吗，老婆啊？森林长。来，到三五零。我在找。来，过来，我们羊肉。目前人手不够，没有在备。超过五个哦，你只要甲两块啊，够分啦。两块煮起来就点啦。过来买无？500块。哦，这有好几片，还卖三。来，我搁买。三五百，四五百块。四五百。四分，你是要四羊嘛？对不？吼。哎呀，搁两个羊肉炉哦，两阿皮哦，好，两阿皮也过来了。搁两个两盒的不？好，这边两盒来，这边两盒。老人啊，无兴奋哦吼。啊，你要不两阿皮哦？好。啊，搁两个两阿皮无？搁两个两阿皮无？啊，你一个当好好管好无？哎，你先去拿好好吧，阮两个一起，啊，两个人分安尼。哎，再分两盒来好了。有两盒到后面哦，哈。有两盒多，多。哎 ，OK。过两杯羊肉了无？是。有啊，好。来，两盒。如意的。如意这个会打死的，伤死的。快点过来。压过去。孙总早，小一公婆家，把你的喇叭开起来，不要用静音了。你拿一千，你给钱给钱就停。好，别量一下。啊，先生，能需要吗？不，能需要。啊，可以投红包去。能加三加五百块。哎，你大只，你大只，你等于退兵我都大只。你买300块来两袋啦，这两袋多一条落来，四两三四袋来，这五袋来六袋来。发高捐，三百来了。赶快去喂鸟，要不然等下你家的鸟又咬。两罐头了。对呀。哎，三号，四，哎，六七，六个三百啦。八来个。八个
哎，简叔会找。你收声啦。我昨天看到一个文章，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呢，有一小群，大概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是在靠北说，为什么台湾没有像中国一样有那种网上随便申请就借下来的那种中国花呗啊，300，抖音放信贷啊，这种信贷，果然年轻人就是没有年轻人，他们都不知道十几年前 JoJo and Mary，还有什么台新轻松贷，当时出了多少信用破产的年轻人？然后我就回应，有啊，以前很多，好像你问你爸妈就好了，说不定你爸妈也是受害者之一。会不会要借啊？也不能说受害者，毕竟钱你们都借了。只是你们没有能力偿还20%利息的现金卡利息。对啊，就是年轻人就说啊，为什么没有这一类的信贷啊？我说有啊，说你问一下你爸妈，说不定你爸妈也曾经贷过。蛮好讲嘛，你爸妈。啊，你讲三包，你讲。给一位三包。对，是啊。加分啊，靠，要加分的。过来。问一下他了，以债养债超恐怖，我当然知道超恐怖啊。可那些年轻人就觉得啊，台湾的、啊、他们要贷款就这么不方便啊，微博呀、啊，然后就在那边看着呀、啊，一堆新的年假新鲜感又出现了。他们都说啊，台湾这么不进步，人家只要线上按一按就可以贷款了。线上按一按就能贷款，你还不还得出来才是一重点。没有，人家买走了。还当一脚300块，只当一脚哎，200块，我还记得那时候曹启泰有一句台词，我听到整个要吐血。借钱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开过开过300，300块一箱而已，没有了，300块，下不来了，别就快。那个不是海雷亚，那是土特啦。五格海雷亚分袂清楚哦，不是海雷亚，土特分袂清楚哦。海雷亚，伫阮爸遐。哦，海雷亚恁爸遐。嘿，就是因为过海雷，我才去买只。哦，你才去买遐陶土哦，阮这边陶土，阮这边无海雷亚。黄鱼啊，好。黄鱼。黄鱼啊。哎，郑恒早，哎，还要帅姨哦，人家对啊，以前那些台词真的是义正言辞。八只碗油，八只碗油了，我也是八只。我爸公司在归我爸。我真心觉得那些年轻人哦，真的现在还有现金卡要用的话哦，去试试看。黄鱼500块啦，这黄鱼正常送三千块，可不可以？还得出来，20%利息的年利率，而且每里一次性的手续费是100块到300块。我寄完了，回寄完了我。哎，秀芬早安。当初就去 Mary 的时候，有很多业务都一直找我，然后
什么？他一直靠我讲，给你丢伊，你都不绝对不是直播留言呢、欸。你讲有啊？我回应。绝对不是直播留言，直播留言我都会回应。立马。加两包。哦，加两包。来，小军找。那时候现金卡很多业务都来找我啊。二十年、十几年前，然后我说没有，我没有资金需求。那你看到那个动用费，每领一次钱，每领一次钱，手续费就是提领费用100到300。然后利率又19.98%，谁要借啊？我今年来，雪姨来，私募鱼，私募鱼的加盟，私募鱼丸，3片、4片，500块。哦，萨马鱼丸今天有炸无？萨马鱼丸，有啦，有。我给你叫一包。过来，我们雪姨啊，我帅姨啊，现在雪姨到处雪姨。昨天早上我有公告哦，龙王休息哦。来我还用 OBS 直播在跑龙王休息室哦，我早上直播了3个多小时哦。这顿用吹掉了，这两袋三袋来，这四袋我8000卖，500块算伊，不然么就鳕鱼不？昨天两袋算伊，不然卖哦，五百。啊，我买两袋你要个菜？无你买两袋尔，伊这番是咧算伊拢卖四袋，哦，算伊大概拢卖四袋。然后石斑好了不？石斑3只500块哦。啊，私募鱼丸可以包了。秀芬，你要过来拿是吗？那私募鱼丸我。私募鱼丸，然后一个私募鱼丸，再找一包。找一包鱼丸，我。啊，说留言我都不理你们的那个，你们绝对不是看到留言哦，你们绝对不是看到直播哦。我直播很少在不理你们的，除了一个重点，你被我封了。还是七点来三包，这包三零六，300块。哎，三零六一个现在别多。我买七点三包。七点三包，七点三包，这种就是40多块。你正爱吃盐毛嘿，爱素盐，爱香枣。对啊。哎，个人要白带鱼哦。白带鱼啊，都去蒸蒸，你啊无人要白带哦。来只块的。然后十几年前那个现金卡，那一堆人到现在。过来，白带鱼嘛，白带鱼，大地啦，正中坡的个人也有300块，白带鱼三内路的哦，无人来哦，来。来，安尼来，都要吃鱼啊。大鱼。好了，我杯，300块。好了。啊，这个我都给你包你哦。好。来套铁五龙店哦。好了好了。好，你讲什么呀？啊，不安尼啦，你想怎搞？来，我来。我读呀，我读这造谣呀。好，你好，我没得，我没得。我曾经帮忙处理过一阵子那些现金卡破产的案件。大部分就是把本金还掉，甚至还不完本金就解决那个案件。我那时候处理最差距最大的案件是那个债务人，他
已经挨末了，然后他又不想再留几分，后来银行用46,000块打掉180万现金卡的债务，46,000块打掉180万的现金卡债务。自己不会想要怪谁啊？来，个想要掏钱呗，掏钱过来啊！哦，500块。我要一份。来，掏钱500块，好，现在全部500块了。来，前面一份，掏钱等于穿唱的呀，穿唱不能。而且现在有现金卡、啊，台新还有 story 啊 ，story 现金卡、啊。来，多过来，多过来。还有利用掉了。哦，我给你买一个，我给你个钱，我给你个钱。你有没有套票吗？哦，有没有套票？没洗澡。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失败主义？要怪都先怪别人，不会怪到自己身上。为什么他要借我现金卡，导致我变成这样子？这个叫失败者理论。来，慢点，黄金床有黄金床嘛？不，好的，来，谢谢我。不信啊？哎，上下边啊，上下边啊，有，来。黄金汤大只的，这500块，几尾？你2尾哦，你这3尾哦，你这8尾哦，你4尾哦，你500块，大只的来好嘞。来，个两个黄金汤哦，大只的，你我准备摕来啊，200块嘞，好嘞。你2尾哦来，这3尾哦来，这个永辉煮汤龙虾，这4只过来500块。好，这边一份。啊，你一个哦，500块。你就算现在金融体制做成这样了，你一样再开放下去了，然后审核条件再放松一点点的，一大堆年轻人还不前仆后继一直借。人类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记不起历史的教训。